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19面，319面，我们从第三行第二句看起。故此二句之遣时结尾，这个二句就是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就这两句。这两句的遣示结尾，消除众生贪嗔痴三毒之垢难，广救种种痛苦与灾难，恶难众多无数，故云众恶难。这个地方所说的状况，确实跟我们现在的处境完全相应。佛之智光，悉能明记，如慧疏曰：三垢是贪嗔痴，此三垢染心性，故名垢，令众生盲明，故云明，是流转因，流转生死之因，也就是六道轮回的真因。众恶难是其果，为六趣四生，这就是六道轮回。确实，我们在先前每一天从电视、网络媒体所报道的灾难信息，频率不断在上升。灾害呢，也不断的趋向严重。这是什么原因？经上告诉我们，是众生贪嗔痴三毒，以及种种不善言行所召感的。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我们不能不明白了。那么灾难怎样才能够化解？经上也明白告诉我们，佛之智光悉能明记。
六道轮回的因，经教里面佛为我们透露的很多很多啊，总的来说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浅说就是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看错了，想错了，于是我们做错了，做错了是造业啊，想错了，看错了是意业，讲错了是口业，做错了是身业，身口意三业造作，就是现在六道流转生死的果报。啊，在这个地方特别加了这一句：众恶难，也就是说众多无数的灾难啊，我们今天读这一句经文感触很深啊，因为它就在我们面前啊，我们现在正遇到的就是这些。啊，佛光普照，这是救苦救难的真因啊。啊，所以接着说，佛光普流。就是普照的意思啊，清净欢喜智慧之德，帮我们消除三障啊，清净消除贪欲，欢喜消除嗔恚，智慧消除愚痴啊！清净欢喜智慧是性德啊，消除贪嗔痴三障之灭。那我们很有幸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闻佛法，我们有没有把三障消除？这个三障就是常讲的业障，学佛的同学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业障想尽方法去消除的。为什么除不掉呢？我们遵照经典的教诲，
佛菩萨的教化，天天在修持啊，诵经、念佛、拜忏，做好事，利益社会，利益大众，好像对于业障啊，没消除多少啊，还甚至于可能，这业障还在增长。贪嗔痴慢疑，真的是在增长。什么原因？我们所修学的不如法，修学的果德没有现前。果德是什么呢？清净、欢喜、智慧。实在就是本经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欢喜是平等的，智慧是觉，没现前。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修行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于是乎对佛法的怀疑越来越严重。这是今天社会许许多多学佛同学共同遭遇的问题。我们怎样解释？怎么来应对？不能不知道啊！修行出了问题，佛的指导是绝对正确的，戒定慧三学不能劣等。应戒得定，应定开慧。我们也知道，也会说，可是戒律真的疏忽了啊！没有在这里下功夫啊！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走过许许多多的地方，见到许多佛门同学，在家疏忽了十善业道，没有真正讲究十善业，没有真正的奉行十善业，所以功夫不得力，业障消不掉啊！出家的同学，沙弥律仪疏忽了，
那是出家人的根本戒。啊，沙弥律仪没有做到，不是佛的出家弟子。十善业道没有做到，不是佛的在家弟子。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称佛门弟子，不是真的，有名无实。这一门课要怎样把它补起来？这个重要啊！要不认真补起来，这一生空过了。从哪里补起呢？啊，净业三福是修净土最高的指导原则。你不能不遵守啊！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四句啊，16个字，在中国古代祖师大德教我们用中国传统儒道扎根，扎戒律的根呢，行门的根。比学小乘还容易。啊，儒家行门的根就是无能、无常、四维八德。就这四课，啊，世尊在《小乘经》里面教我们扎根呢，也是这四个根呢。啊，《小乘经》里面讲伦理、道德、因果。啊，我们今天不学小乘，用儒家的《弟子规》，《弟子规》只有1080个字，一句3个字，总共360句。大家细细去观察，这1080个字是不是讲的无常、无能、四维八德？是啊，那就是戒律的大根大本。啊，中国人从小就学习家教啊，父母教你啊，这个根多厚啊！
所以他入佛就不困难。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全讲的是因果，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分量也不多，总共只有讲了195桩例子，他是举例，195个例子，啊，都给你说善恶报应，三福里头，慈心不杀。这是因果啊！用这两样东西，来做我们十善业的基础，那十善业道就四平八稳。坚固有为，我们想想，对不对？今天我们的毛病出在哪里？没学《弟子规》，没有学《感应篇》，所以十善业也就不起作用。如果有《弟子规》，有《感应篇》，十善业就起作用。啊，不能像阿罗汉那样的清净，你比社会一般大众的清净多了。啊，你得清净心的受用，清净心生智慧。啊，少清净心，生小智慧，啊，大清净心生大智慧，我们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从严持戒律学习，有这个优良的基础，再学菩萨的六波罗蜜，放下贪欲，那是布施之德了。啊，放下恶行，持戒之德了。啊，放下嗔恚，忍辱之德。放下懈怠懒散，精进之德。
放下心浮气躁啊，是禅定之德了。放下愚痴，智慧之德，欢喜心现前，欢喜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身心自在，就是离苦得乐了吗？灾难就能够化解了。这是佛光普照，佛光对我们的加持。真的帮助了我们。底下说即因即灭，消灭极地的苦因，苦即灭道四谛，苦是果，即是苦之因。极是阶级，我们一般讲累极。凡夫累积的是什么？烦恼习气。每一天，在现在是特别明显。接受环境的染物，物质环境的染物，精神环境的染物，苦不堪言啊！基因要是灭了，不再受染污了，让我们好好的生活在大乘之中，行吗？在今天这个环境里，可以做得到吗？可以。只要你自己乐意。我不接触现在的媒体，我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我也不要网络，这个报章杂志，现代人出版这些书籍，我都可以拒绝。我接受佛菩萨的教诲，接受这个世界，各个族群圣贤的教诲，这个事情我们能做到，不是做不到，那这个基因就灭了。基因要是灭了，果报自然就没有了。这就是
鼓声先行，诸佛菩萨的广济啊，广济普度众生。啊，我也是在诸佛菩萨所度众生之一了，不难呐、啊，啊，我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就难了。啊，不愿意。把这个世间一切染污放弃，你的佛法就学不好。为什么？那些东西是来破坏正法的，也就是破坏你自己清净平等觉的，它是来破坏的。你要不离开它的话，你肯定受影响。啊，下面接着说：悉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障。啊，这一句是紧接着上面来的。啊，消除三途，你就立三恶道了，没出六道轮回，你决定不堕三恶道。这句话不能不记住，贪贪的念头，恶鬼道第一个业因，贪心夺恶鬼啊，贪佛法也不行啊，贪佛法果报也在恶鬼道。佛是教我们断贪嗔痴的，不是教我们换贪嗔痴的对象。啊，原本我贪财色名食睡，现在我把这个放下了，我贪佛法。那也错了。所以佛慈悲也在《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了，佛法要舍掉啊，怎么能贪呢？佛法我要尊重它，因为他帮助我断贪嗔痴，我尊重他。啊，我对他起了贪爱了，那又堕三恶道去了。这一桩事情，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过错是在自己，佛菩萨没过失，祖师大德也没过失，经典也没过失，过失是我们对于世缘
放不下。纵然放下了，也像古人讲的藕断丝连，好像是放下了习气还没忘记，时时刻刻还起现行，这就是学佛人不能处理六道的原因。大乘教天天在学习，没有真懂，什么时候真懂呢？张家大师说的，你真放下就真懂了，你真懂了一定就真放下了。由于丝毫没放下，他都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悟。会不会障碍你往生呢？有可能。那要看你临终时候的运气了。运气好，遇到善友在旁边提示你，你用佛号压住就往生了。如果运气不好，临终的时候没有人提醒你，你对这个世间还有丝毫贪念留念，就又继续搞轮回了。所以功夫要在日用平常当中去做临终那一刻才管用要不然临终那一刻错了，一生都错了，那叫真可惜啊。消除三毒，就见思烦恼断了。这离三恶道，如果真的贪嗔痴慢断了，不止离三恶道，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贪嗔痴慢疑是私火身见边见戒取见见取见是见惑就是你看错了。见惑断了，决定不堕三恶道。四惑断了，超越六道轮回。下面说，该三途疾苦我们现在虽然在人道受的苦不亚于三途，
三途之苦现在在人间出现了。为什么？人的起心动念不如畜生了，不如魔鬼了。不就这么回事情吗？啊，从果上我们就看因了。做人，人的标准条件是伦常道德。现在的人有没有讲伦常道德？讲都没有了。当然更没有人去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伦常道德了180度的相反，违逆了心德。那果报就是三途。啊，在三途里面消他的恶业。恶业消尽了，他明白过来了，有了忏悔。有了惭愧的心，啊，脱离我道，再到人间，啊，到人间，如果没有遇到伦理道德的教育，那就又学坏了。啊，学坏了怎么样呢？人这一生寿命尽了啊，又到三途去了。《地藏经》上说得很明白了，三恶道的鬼王看见了才出去没多久，怎么又回来了？啊，一般人是常说，这个现象，烦恼习气在作祟。啊，你经不起不善环境的诱惑。那么什么时候你才能把烦恼习气淘汰尽？这一般讲呢，你在三恶道的时间很长啊。才能把这些习气磨尽了。啊，真知道苦了，不想再受这些苦难。啊，闻道佛法，自然生欢喜心。啊，听到西方极乐世界，会生稀有心。啊，那就有救了。
下面接着说，佛知至光如日，啊，像太阳一样。佛知能照破无明烦恼。佛知怎么照破？世尊用两种方法，一个是身教，做出榜样来给你看。他的思想、见解、就是经论了。他的言谈举止就是戒律了。三藏十二分教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演出来、表演出来啊，这身教。第二种是言教，啊，讲解给你听。言根利的人一看明白了，耳根利的人一听也听懂了，这就是照破无明烦恼。身心言教啊，如日破案，故曰灭诸烦恼啊。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啊，彼是指众生的，众生接受佛的教诲，智慧眼升起来。啊，言之用为戒，故常以言表戒，常与般若如目，愚度如盲啊！啊，六度，最后一个是般若，前面五个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没有智慧，前五度所修的一切善法是世间善法了，不能出世。如果前面五度里面都有智慧，那福德就变成功德了，功德能帮助你超越六道。啊，所以这是说明佛法里头常常用言来表知表见。宗门常言，参访须具参访也。看教，看教就是看经、读经。
须具看教也，是借以言表般若之真智也。啊，这也是我们要记住的。智慧多么重要啊！啊，我们今天麻烦确实就是没有智慧。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所得的是什么？知识，不是智慧。因为你没有智慧，所以你得到的全是知识。啊，如果你有智慧眼，你得到的是跟诸佛如来一样智慧，你见到诸法实相啊，你成就度众生的真实功德。啊，智慧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智慧的样子。你还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完全是情识在做主。啊，那不是功德，佛法称之为福德。福德不能出轮回，功德能出轮回。功德跟福德有差别，修福的人很多很多。啊，福到哪里想呢？不一定。除了阿鼻地狱没福，其他都有福报。啊，这个在佛法叫满意。你到哪一道去投胎，那叫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啊，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业，又分为这两大类呀。我们能到人道来，我们的引业相同。啊，这个引业是什么呢？无界。中品是善，引导你到人道来呀。你修六度四摄，那是满意。到这个人间来，富贵贫贱不相同，这属于满意。啊，满意虽然不一样，懂得佛法的人，
有方法弥补啊。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富，现在可以补出来。过去生中少修智慧，也能补出来。啊，甚至相貌不好，身体多病，修无微不至也能弥补，这真正不可思议。啊，佛在经典上教我们，我们学会了要能用。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工作之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没有一样不是修来的啊！全是布施啊！怎么修法？修布施啊！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越施越多啊！这是佛教我们的般若之正见。再看下面，又华严利益世间品，讲的是也。啊，这个是也，除前面无也，无也常讲，啊，肉也。天也，慧也，法也，佛也，这常说的。啊，欲界的众生，人道以下的都有肉眼啊，欲界天人他有天眼其他的三种都要修行人才能得到阿罗汉有慧眼菩萨有法眼如来有佛眼那么无言之外呢有十言的华严经上说的第六个叫智言见诸法故见诸法什么见诸法的实相是智言的一切法的真实相外国的科学家他们用高等科学仪器的帮助啊，像德国的普朗克他见到物质的现象啊，物质到底是个什么？
他看到了。他是借仪器看到的。啊，菩萨不要仪器，看得比他还清楚，那就是智慧。第七个，光明也，见福之光明故啊！啊，他能见到佛光，佛光普照。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都在佛光普照之中。我们凡夫见不到，菩萨有光明眼，他能见到。啊，佛光当中有化佛，佛光当中有刹土，佛光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万法具足。第八个叫出生死眼，见涅槃。涅槃就是自性。这个出生死眼是什么？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这个眼。见到自性清净圆明体，见涅槃。啊，第九无碍也，没有障碍。清凉大师讲《华严经》。判为四无碍，四种啊，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四种无障碍啊，华严菩萨。华严菩萨如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也如是，乃至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者也如是。为什么？弥陀本愿。四十八愿加持他，他烦恼习气一分都没断，他的智慧、他的德能、他的相好，
跟阿惟越致菩萨没有两样。阿惟越致八地以上，圆正三不退啊，圆是圆满的啊，圆满正德三不退啊，八地叫不动地啊，所见无碍了，啊，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不需要用科学仪器，他就见到了，叫无碍眼。啊，第十，一切智也。又曰普也，见普门之法也。哦，这个不可思议啊！普是普遍的，门是能通的意思，障碍没有遍法界虚空界，他全看到了。生智慧，不生烦恼。对自己来讲，沉无上真正正觉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如来国会。对外起作用，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啊！啊，经云智慧也，这经上讲的智慧也。可视为十言中之慧言与智言啊，完全就四相上来解释，十言当中有智言有慧言，又可解为众生之啊，众生本有之。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佛也。啊，能讲得通。大乘经里面讲的无言是也。不是如来专利呀，这点要晓得。一切众生，人人本有，
啊，只是你现在有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能把妄想执着放下，你就证得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经教里面告诉我们，放下见思烦恼，就是执着，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慧眼就现前了。啊，阿罗汉真的就是慧眼。你把尘沙烦恼放下了，也就是与一切法了，不再有分别心了，你的法眼恢复了。菩萨所证得的，再进一步，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你的佛眼出现了。就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如来智慧德相显现了。现在我们的状况，因为有无明，有尘沙烦恼，有见思烦恼，这些东西是障碍啊，让我们本具的实眼现在只剩下一个肉眼，其他的都不起作用了，不是没有，有，暂时不起作用。什么时候觉悟了，把障碍放下了，啊，你自己的无眼识眼就恢复正常。由无明幻意，无明烦恼啊，幻意，像眼睛失明了啊，长上很厚的障碍，眼睛看不见了。这个比喻，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幻意啊，妄为昏盲啊！啊，我们凡夫昏盲不是真的，只要障碍去掉，就恢复了。啊，现在是住在昏盲之中，以为佛言，哎呀，诸佛如来有佛言，
因为他有，我们没有啊。任盲为目，这个错在自己，不在别人。佛光普照，开众生心中本慧眼，灭无始时来盲明啊，故眼开闭。这是佛对待一切众生的，这一切众生还得要加两个字，有缘众生，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佛门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那什么人是有缘，什么人无缘呢？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你乐意接受的就是有缘，你拒绝接受的那就是没有缘。所以这个缘不在佛那方面，在自己这方面。我们接受的心态不相同，接受的热忱不相同，接受的理解不相同，啊，接受的受应当然就不同，差别太大了。啊，怎样接受我们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呢？印光大师讲道：真诚恭敬心呐，信解支持。你真得到了，啊，最重要的真诚恭敬心。不但对佛法，对世间法也如是。学习任何一样东西，你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关键全在真诚恭敬。与别人不相干啊，完全在自己。啊，真的，一分恭敬，你就得一分成就，十分恭敬，你就得十分成就。啊，完全决定在自己。啊，要知道，与人、与法、与一切境缘，统统不相干。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最忌讳的是怀疑的态度。啊，再是批评的态度，那就更糟糕。怀疑态度还好，自己不得利益，批评遭罪业呀。
报要自己承担啊！你要是批评错了，你将来得的果报是愚痴啊！啊，无论投身在哪一道都愚痴，没智慧。啊，可是你要知道，愚痴就非常容易造业，造业就不能不受三途苦报。你说这个麻烦多大？啊，所以这个底下解释得很清楚了，盖为众生昏盲无知啊，不设本具佛言，设言都是我们自性本具的，凡人为盲啊，凡自认为盲，将佛言呢推向佛边，以为只有佛有，我没有。经因佛光普照，开明众生心中本有智慧之眼，而消灭盲明也。关键是我们自己肯接受啊，那么肯接受第一个条件，对古圣先贤的尊重、尊敬，这个很重要。以至诚恭敬向他学习，你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受用，为什么？一真一切真，因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是你自己心心识别，你用真心法法界真，你用疑心，法法都在疑；你用妄心，法法皆妄。从心想什么？这是事实真相啊！诸法实相啊，你不能不知道。啊，再看下面光明胜啊，三藏法术第十三位有三种光明，第一种外光明，日月火珠等之光明，能出暗者啊，这个外是讲身外，啊，能帮助我们照明。第二呢，法光明，妙法能除愚痴之暗也。啊，这个法光明就是智慧。世尊教导我们这些方法都是属于法光明，
他用他的身来表法，我们讲表演啊，他的日常生活都是在给我们表演。是发光明啊，他的言教众生听到了能觉悟啊，佛不在世了，这些声闻菩萨将佛一生所说之戒之经教用文字记录下来，编辑成经典流传后世，后人有缘遇到这些经典啊，能生起恭敬心，真诚心啊，能信能解，依教奉行，也能够破迷开悟啊，得真舍利益了啊，这都是属于法光明啊。我们今天语言非常殊胜啊，我们遇到华严，遇到法华，遇到楞严、般若、大乘、无量寿经啊，从这些大乘经教的学习啊，长时期学习，我们现在能感受到整个宇宙清与无情的，它都在放光啊，一切时一切处，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常有感悟啊，如果没有学习这些大乘经，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这样的感受，啊，那是什么样感受呢？你看看古今中外人写的文学作品，那就是众生的感受。啊，充其量现在讲的艺术品啊。啊，里面没有办法脱离情执啊，他这种感受啊，啊，不能像佛菩萨了。佛菩萨那个感受是悟啊，觉悟了，知道这些真相，它是怎么回事情啊？啊，这个悟启发之后，逐渐逐渐它向外扩大啊，就像野火燎原一样越来越深
教学里面所讲啊，触类旁通啊，一问千悟啊，他有这种去向。第三呢，身光明，诸佛菩萨及诸天等之身有光明，能除暗者。身光，有吗？只有啊。我们再看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有一段记载啊，也是过年期间，时间应该是除夕，老和尚住茅棚，茅棚跟寺院有一段路啊，应该不太远啊，在我们一般想象不会超过三里路。啊，因为粮食要依赖常住。啊，年关到了，要到常住那个地方去拿一点粮食，啊，油盐、蔬菜。他拿到之后，往回走。应该是黄昏的时候啊，老和尚不会走得很快。我们看他老人家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一定是很慢的啊。回去在半路上遇到两个人，都认识出家人啊，他们从外面要回寺庙，手上拿着灯笼，路上碰到老和尚，问老和尚：“这天这么黑了，你怎么不拿个灯呢？”老和尚听到这个话了，天果然突然就黑掉了。在他没有问这个话的时候，天是明亮的。这是什么光？这是三昧光明啊！老和尚在定中啊，没有明暗的分别啊，他没有动这个分别心。没有这个执着，啊，所以他没有觉得天黑，啊，看得清清楚楚，啊，但是人家一提醒，提醒什么？他的分别执着起来了，那这天马上就变了。所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别当真啊。啊，凡夫惹的这些麻烦，就是把这东西当真了。
啊，底下说如经云，身顶皆有光明照耀啊。身有光明，是为光明身的显示啊，这个意思浅啊，净言之，获得光明身，另有三义。啊，一者，如千手陀罗尼经，曰：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藏啊！一切如来光明所照故。可以解释为，虚云老和尚所遇到的是这个境界。啊，本身就是大光明藏。学过华严经的同学，对这个说法应该没有怀疑啊，能接受啊。为什么？佛在经上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我们听得太多了。本来是佛，佛就是大光明藏。佛住常寂光土，常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即是清净之寂，没有丝毫染污。明是光明，遍照法界，是自性的光明啊！啊，所以用常寂光来形容，一切众生，它的本质就是常寂光。啊，一切万法是从常寂光变现出来的，它的体是常寂光。啊，在此地讲啊，即是光明藏。一切如来光明所照顾啊，由于佛光普照，众生苟灭善生，智慧啊，慧眼开明，静心持念，于是十方如来光明护照，行者自身即成光明藏也。这第一个意思啊。啊，由于佛光普照，啊，这是什么？你迷失了自信，现在需要觉而不迷的人来帮助你。帮助你破迷开悟啊。一切如来的教诲，
就是佛光普照。我们能够离尽十方如来，就接受一切如来光明所照。啊，我们对佛如果不相信，佛光照不照？照，但是你不接受，你有障碍。如果你没有障碍，他真的能帮助你开悟。啊，众生苟灭善生，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是人性本善的善。这一个字就是如来智慧的相啊，这真的叫善啊。那如来是自信啊，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的相，逐渐逐渐向外透。你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性相、离事、因果，慢慢的都通达明了了。啊，那现在我们不能通达，不能明了，关键呢，就是那狗子。烦恼的代名词啊，这个狗就是我们平常在经教里常说的妄想分别执着。烦恼再多，总不外这三大类，这三大类把所有一切烦恼通通包括了。啊，问题是这些东西都放下。我们在经教里面学习了，晓得这不是好东西。啊，全是障碍，全是虚幻不实，不是真的。啊，一切物质现象假的，精神现象也不是真的，自然现象本来也没有的。啊，这三种现象也能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都包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要执着？为什么要分别？为什么要起心动念？就是因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们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受这些冤枉的苦难，六道十法界都是梦幻泡影啊！连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也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每天确确实实要提醒自己，要把这问题提出来，我为什么要执着？为什么要分别？为什么要起心？为什么要动念？这是自信里头本来没有的。本来没有，现在我们有了，而且坚固执着，这个麻烦大了。问题不在别人，与任何人不相干，与诸佛菩萨不相干，与天地鬼神不相干，与一切众生不相干，与自己遭遇的境缘也不相干。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才肯定叫自作自受。解脱还是要靠自己，除自己之外，谁也帮不上你的忙。怎么解脱呢？放下就解脱。你看，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你的清净心现前，放下分别，你就成菩萨了。平等心现前，放下起心动念，你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叫苟灭善生。佛光普照，给我们带来了无比殊胜的利益，让我们觉悟了。知道我自己原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今天变成这个样子。这是自己的罪过。慧眼开明了，用清净心来持念。清净心就是真诚恭敬，持名念佛。于是十方如来光明护照，护是保护你。我们中国人讲保佑啊。照是照住啊，这个光直接对着你，让你能够感觉到是这个意思。这是佛的价值。下面一句呢，是我们自身的承受。行者自身，即成
光明藏也。佛光把我们自信的光明，就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引发出来了。怎么引发出来？很明显的例子，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仁大师的方丈室里面，听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开悟了。五祖给他讲经，那是十方如来光明护照。这个时候，能大师自身就成就了光明藏身。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大师他即使成就光明藏身，我们读《金刚经》为什么？得不到光明藏，这什么原因？原因这里都写得很清楚。能大师苟灭善生，慧眼开明，静心持念。你想想这十二个字，他是不是都去做了？这十二个字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诚恭敬。所以他一接触就开悟了。我们今天狗没有灭呀，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没有断呐。我们的善没生出来呀，我们还是肉眼没有慧眼。我们心里还有疑惑，还有杂念呢，这就不行啊！所以你问什么原因？原因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休息。